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超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62集的节目。今天的话呢，我们把镜头呢放到这款 Stereo Series 第62号的一个声波。那合柜的话呢，特别是这一面呢、啊，这里非常有电影里头它在这个宇宙中出现那个狰狞的感觉，有点那种这样子君临天下居高临下这样下降那种感觉，非常的帅气。那这一侧的话也是画的非常非常的狰狞，然后它的一个可以看到它这个上方这个卫星的这个上方这个地方啊，这个像机翼的地方是透着红光，但是里头的玩具的话呢，却是用这个水蓝色的一个透明件来做一个代替。不过这也无所谓，因为当年09年的玩具它也是一个水蓝色的。那这个从后面来看呢，这款玩具其实在发售之初啊，就受到非常多人的各种喷、各种质疑了啊，因为它造型来讲的话呢，就先不讲它的造型了啊。我们从盒子里头拿出来的话，它是一个人形的一个状态。那因为它在电影里头是没有，第二集里头是没有到地球上来的，所以我们也就不要去在乎说它的一个人形有没有所谓的一个还原不还原的问题啊。那它的一个包装盒里头也附带一个水蓝色的，这个是一个支架的部分。各位刚刚在那个盒子里头，这个盒绘的后面你也可以看到啊，它是一个卫星状态下一个支架做一个使用的。那这个你可以发现呢，这个地方这个绑线呢、啊。这个绑线呢，其实我没有把它给拿掉。那这个机械的话，身上也没有做任何的绑线，没有任何的绑线。它直接的话呢，稍微推一下，啊，就会把它从这个透明的这个炮壳里头呢，轻松的去把它给拿出来。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先把它取到一旁去。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机械那个形象。作为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呢，其实体型呢也是缩的比较小啊。那在人形状态下呢，支架也是可以用啦哦。而且说真的啦啊、哦，这个你要保持一个随时可以把玩它的状况呢，那这个支架你势必随时就要携带着，你不可能说，就把支架另外收起来，那万一要把它变成卫星的时候你怎么展示？当然你也可以把卫星直接让它倒在地上，那也是可以了啊、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以这个形态的话，给各位做一个前后左右的一个展示好了。首先的话，正面来看啊、哦，没有什么问题。它那个偷胶的话呢，翻到后面来看其实也不大哦，你可以注意看到啊，其实它身上的那个空洞处可以说是并不多，就算有的话呢也不是在很明显的位置啊，手臂的内侧来讲这个都不算特别的明显。它真正人形呢会让我抱怨的话呢，应该是它的这个髋部这个关节啊，我这个髋部关节的话这一次还稍微紧一点，另外一侧的话呢就非常非常的松啊，这一带啊我稍微抖一下你看啊，它已经慢慢在下垂了，对不对？就所以这个球形关节是 SS 系列玩具呢一直的一个硬伤，特别如果你要跟最近推出的那一些地出啊或者围城机相比的话，它的问题是比较大的。再来它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头啊，我觉得头的关节好像有一点点奇怪，我觉得我不是很能够推到一个我觉得它比较帅气的一个头部。那以头型来讲的话呢，我没有想到说它的一个头型呢居然这个尖刺呢是往后面做延伸啊，我一直以为它应该是往上做延伸啊，那往后做延伸就有一点像什么呢，像这个就是如果你有玩过一个格斗游戏叫做噬魂里头那个腹部半藏，对不对？他们那种忍者或者是有一个有一个叫什么未来忍者白怒火啊，这个非常久以前的一个作品，就是那种忍者那种头盔的感觉。那如果你硬要这个可能是我自己脑补啊，你要说它是忍者的头盔，我觉得头型也不赖啊，因为本来就是情报参谋嘛，对不对？我觉得有个一个忍者头盔也没什么了不起啊。那以这个头雕来讲的话，就是该怎么说呢，这个感觉是以官方的头来讲，它的磕痕是做得很深，但是眼睛的涂装红色感觉就非常的凌乱，有点不是很明显的感觉。那可能最显眼的位置是胸口，那有人说这个胸口是什么什么什么炉啊，什么什么反应炉啊什么的，这个我倒觉得我是无所谓了。那身上极少数有涂装的呢，就是胸口还有这个脚侧边这个部分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水蓝色的透明件啊，跟这个支架是一样，水蓝色的透明件，然后去上银漆的。那它的脚的话呢是有一个接地，在这个地方它的接地的位置呢是就是在这个位置，非常的在这个位置上面。怎么说呢，这个你要把它这整块视为，你要把这一大块视为脚掌，那我也认了、啊、那就是正常。不过以正常的比例来说，这个好像这个接地不是在脚踝而是在小腿上面啊，个人觉得比较奇葩。但这个都不是什么大毛病，我只是跟风吐槽一下。其实这个家伙的人形我真的觉得
还挺帅的啊，我觉得还可以。那有人说什么这一块部件啊，他是拿了 SS 里头这个第三级造型的那个大腿原封不动来用，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啊，毕竟都是声波嘛啊。那他身上另外一种涂装，就是身上有一些类似像战损一样的这个一点一点那种斑点啊，膝盖这一带也有。OK，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是很清楚了。Anyway， 那稍微讲一下可动吧，讲一下可动。头部呢是一个头的话呢是指一个前后动的一个关节，头可以前后动啊，有个前后动的关节，左右动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受限于这一代的造型，好像能转的幅度不是非常的多。手臂的话，360度的转动当然可以啊，平举的话也可以。但平举的时候呢，这个像是这个臂刀啊，这个应该是说，这个是卫星的这个扇叶的部分的话，要稍微去回避一下。那手肘的话，弯到约90度。那一样啊，这个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招财猫级的可动，而且甚至这一款应该讲更差，因为它这个手一动啊，它是连着后面。连着后面这一片会一块动，会一块动啊，所以你这个手一旦招财猫一动的时候，是整个扇叶啊，整个扇叶会跟着一起动啊，非常奇葩啊，对不对？然后腰身的话呢是可以转，但是后面这个啊灰色部件跟这个下面这个应该说深灰色跟浅灰色的部件是会去勾是会去卡住的，所以严格上来说呢，应该是归类为没有一个可动。脚的话呢，这里啊这个髋部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球形关节啊，是我个人是觉得是比较危险的。那膝盖的话可以弯超过于90度，然后刚刚有提过了啊，它是有一个往内的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行，那可动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普通吧啊，并没有特别的好，也没有并没有特别的差。接下来的话呢，就要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这个首先的话呢，先把这个手臂啊，这个翻过去这样的，然后这里也是一样，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这里翻成这样子，然后的话呢，就我们呢可以把这个扇叶的部分呢，跟身体保持是在一个正前方吧。再来的话呢，把这个脚的话呢给翻，往外翻。那你要记得，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凸，啊，这个地方这块凸，两侧都有，这两块凸是我们这个主要结合的一个位置。然后把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呢，从这里扭一下，它就可以打开，旋转180度。然后旋转180度之后呢，先把这个透过这个双动关节，我们把这个肚子的话呢，要这一次要扣到前方来，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两个卡扣，把它给扣进去。那到这个时候的话呢，它的变形已经完成一大部分了啊，就是这个三片的扇叶都在朝正前方。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它这个说明书是有提到说上面这个地方有个卡扣，要把它给松开。其实也不用怎么松啊，你直接往下按，它大概自动就松开了，因为它根本就扣不紧。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后面这个地方就讲我们刚提过的啊，这两块凸要把它扣进上面，这里有个洞，以及另外一侧这里也有个洞啊，就这两个地方要把它给扣进去。那就直接把脚的话呢直接往后面掰上来，然后透过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可动的关节，还有这个脚的话呢还有一个膝盖啊，还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还有一个小小可动的一个幅度，去把这个凸跟凹呢给扣进去。这样一来的话呢，它的变形呢就算是完成了啊。那这个扣这个的话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稍微会觉得有点点难啊，稍微有点奇葩，因为这个角度的话呢，并不是说直接翻起来就扣进去啊，还是需要去稍微去对一下的啊。特别是后面脚这个地方转的这个角度是要稍微去，还是有一点点难度了啊，也不是那么无脑就随便扣就进去了啊。这个地方好的，都扣进去之后呢，再把这个最后的这个上面这个翻出来，另外一侧还有给翻出来。 OK， 然后呢我们的这一款啊，还有这个侧边这个地方。然后我要讲一下，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我这一边的这个部分是比较容易去喷溅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双动关节，球形关节连接一个双动关节，把它给翻出来。这一侧啊，这脚被我给碰出来了，我们再次调整一下，把它给扣进去啊。这个地方应该是要先把它给翻出来的啊，刚刚呢变形的步骤呢不太对。好，把这个部件给翻出来，就是把它整个铺露在外侧，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扇叶的部分呢，就把它往前延伸。然后胳膊的话呢，这个胳膊的话，其实它的胳膊是可以活动的，
它的这个手是可以活动的啊、哦，它跟这个后面这个卡扣其实是没有在一起。那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应该是这样子就变形完成了。好，它的背后就是这样。我要讲一下啊、哦，这个以它的一个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帅，就是电影里头它有一个这个角度这样照下来。那我们的话呢，就先这样子好了，我们先把这个宇宙的这个场景呢给拿出来，我们先把它合一下。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那个音波的感觉？在浩瀚的宇宙里，这个梗玩过很多次了，今天就不要再玩了，对不对？ OK， 那我顺便提一下，其实电影第二集的这个场景的话呢，在电影一里头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啊，也是有拿出来使用的。Michael Bay 的这个电影的这个画面呢，重复使用的话呢，不止一次啊，包括电影第三集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追逐战，跟 Michael Bay 的另外一部电影呢，基本上呢也是有一个重复使用的，都有网友们呢去把它给拿出来做对比的。那行吧，那我们就把它呢给扣到这个支架的话呢，就这个支架跟这个呢，我们就把它给扣上去，好吧？这个，我有没有很讨厌它？凭良心说，其实我没有很讨厌这个家伙，真的并没有很讨厌他。尤其是如果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话，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他真的有电影里头那个君临天下那种感觉，在俯视着地球那种感觉，其实是有的。那这里的话，我们就不得不会陷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这个玩具，其实我并不讨厌它，但是我很担心它。为什么呢？因为我对它是有情怀的，所以呢，这个玩具对我来讲它一定有吸引力。我对它的包容度呢，可以说非常的高。各位呢，看我讲解到现在，好像我对它也没有说非常多的批评，我对它还是很有爱的。但是呢，这种关心呢，必须建立在说，现在官方的玩具都变成说是你对老迷友来讲的话呢，你吸引力还是在的。像我们这种深深被电影吸引进来的这些，我不管别人讲，至少我的话，我是很难离开变形金刚这个兴趣圈了、啊。但是呢，你的同等你一个台币799块钱的一个定价的一个玩具呢，你做成这个样子，你很难去跟其他也是有版权的 IP 的这些公司，你要去做竞争会非常的困难。这也是目前变形金刚市场萎缩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你没有办法抢到心血进来。那圈内之间的话呢？老迷友之间的一些摩擦呢，又一天比一天多，那会变这个问题这样扯下去扯很远啊。我只是单纯要讲一下，这个家伙呢，只是价格的问题而已啦。其实大部分的人呢，还是会在适当的时机呢，都把它给买回来，只是一个考虑一下你这个入手的时机而已。那其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啊，这个就做一个记录吧，就是 Steeler Series 第62号吧，对不对？是不是62号？我看一下小草啊，对，第62号的音波。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听到这边喽，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